影中灯火明灭，起阴风，又到了每个礼拜一来自冥王星的鬼灯奖。这个公园里面有很多的游乐设施啊，比如说地球啊，比如说跷跷板，但是最引人那个流连忘返的就是荡秋千。嗯，你以为只有你流连忘返吗？请看这段影片。哎，超级还有头发。好清楚、哦，半个脸嘛。为什么我觉得他长得很像团团，还是圆圆？对呀、啊，圆圆，眼睛很大，像猫。影片比较久，眼睛有点黑白。两位美丽的女生特别来宾，如果影片不明显，我们播出来给你看看。哎，我们是正常反应，你干嘛呢？主持人可以不要那么难相处吗？对啊，我们有娇弱的一面。来，马上进行鬼灯奖第一棒哨停。是谁坐在你的肩膀上？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叫做阿发，他自己开了一个平面摄影的工作室。那因为是平面摄影师啊，所以就会有很多女生可能拍网拍、拍平面的一些照片，或是那种自己要拍宣传照啊什么的找他的，或是想要记录人生就找他拍照，所以他认识非常多漂亮的女生。但是在这当中呢，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不是那些漂亮的女生，是他的一个摄影助理，然后那个女生叫做培培，然后在一起大概半年左右吧，就常常会听到那个培培啊，他会说，哎，阿发最近身体不是很好，可能常常会听说啊，肩膀会酸痛啊，或者是身体常常使不上力，觉得没有精神，就很像气很虚的样子。有一阵子很奇怪，阿发他的体重就莫名的有增加，而且是蛮多的，大概10-20公斤的这一种，不是说我只是胖了个2-3公斤，但是他的人看起来也没有好像就是虚胖啊、浮肿啊怎么样，可是他就是去量体重的时候呢都有增加。事情就发生在有一天晚上，然后他们从外面要回家，结果这个时候他就看到阿发他的油门越来越快，已经超过100，然后120，他这个时候想说是不是要稍微阻止他一下，跟他说其实可以慢慢开。他就看了一下阿发，然后发现他是两眼发直哦，两眼发直，然后好像已经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就一直往前冲。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之间有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长头发的女生，她会这样冲进他们那个车道，她是往前开，就会这样冲进去。然后在那个状况之下，车子完全没有办法踩刹车，因为太快，然后她就这样蹦，然后就撞上去。结果撞上去之后，车子又往前滑行了很久，然后停下来。他们整个挡风玻璃上面都已经裂了，然后雨很大，但是上面还是有血迹，还没有被冲刷掉，所以他们觉得一定是有出事情。培培觉得说我要下去看他，结果这个时候他男朋友阿发他就还是把车子发动，然后继续往前开。他说我们现在不能停下来，照刚刚这样子看起来，那个车窗都裂了，然后都是血迹，所以一定有出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回去看他，我们就先走回去再说。隔天赶快看新闻，结果看了一整轮的新闻之后，发现没有一个新闻台有报道这件事情，滑手机网络上也都没有报道这件事情，很奇怪，就好像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然后培培觉得不对劲，然后就跟阿发说他想要到昨天出事的现场去看一下。一到车子旁边之后，培培发现奇怪，昨天的车子挡风玻璃都已经裂了，然后上面都有血迹，为什么我现在下去看我的车子没有事？然后他就想说，昨天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很清醒，他确定这件事情是有发生的，可是车子就是没有事情，他已经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他想说没关系，他们就先去看一下事情发生的地方有没有遗留什么东西。结果他们到了那边之后呢，发现没有，整个地方就不像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那个时候阿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昨天的事情虽然很奇怪，但是现在没有任何人说昨天有发生事故，那我们就当作没有这件事情，不追究。那在隔了一阵子之后，有一天培培从外面要回家的时候，他进到他们的家里面，是工作室的楼上，那个时候是下午，白天的时候他听到有浴室有那个水声哗啦哗啦哗啦，想说哦应该是阿发在洗澡。
那他也没有多想，他就先进房间，然后放了东西。结果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响了，然后他接起来，是他男朋友阿发打电话给他，跟他说他现在在回工作室的路上，然后问他有没有要买东西。然后培培这个时候觉得不对，背脊发凉。如果你现在在跟我讲电话的话，那浴室里面现在那个哗啦哗啦在洗澡的人是谁？然后他就先到了浴室，之后发现那个门锁住了，打不开，可是水声都没有停，门是锁着的，他没有办法进去。然后这个时候他第一个想法就是，会不会是有别的女生，可能阿发他工作认识的一些漂亮的女孩子，然后在他们家洗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时候女生就开始起疑心，同时他又听到在他刚刚放完东西的卧房有声音，可是整个家里面没有别人，就只有奇怪的浴室有人在洗澡，然后卧房他刚刚进去是没有人的，他听到里面有轻轻空空的声音，他就往那个卧房那边走。走过去之后，他发现他们衣柜最下面的一个抽屉是打开的，然后他走过去，然后发现里面有一卷底片。他觉得很奇怪，因为阿发所有的工作用的东西啊，不管是记忆卡或者是底片等等等的东西，通通都是放在他的工作室或是他的暗房，然后不会有这样子东西还放在柜子里面。他正在觉得奇怪的时候呢，他又听到浴室的门蹦的一声，然后就打开了，然后赶快冲过去看，想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谁？我在家，然后你竟然还敢这个样子？然后过去看了之后，然后他吓傻，他发现他们家的浴缸里面有一个长头发的女生，然后全身都是血的倒在浴缸里面，然后水一直淋，一直淋，一直淋。这不管怎么样，第一件事情就是逃离那个地方。结果他逃不掉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在浴缸里面，然后感觉已经像死掉了的女生，她的手伸出来，然后把她这样抓住，抓住她的腿，她没有办法跑，然后她那个时候滑倒的时候，她就昏倒了。事情后来就是变成阿发回来的时候，培培已经躺在床上，然后阿发问她怎么了。培培觉得很害怕，所以把所有的事情都照实跟他说。就阿发还因此跟他就大吵一架，说一定是你想太多。他觉得就所有东西都是培培自己想象出来，根本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就冲出去就走了。培培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件事情明明就是发生过的，也有发生车祸，他的确有看到那个女生，甚至他的脚上面因为被抓住，他还有留下抓痕。他觉得这些东西都太真实，不可能会是假的。但是她男朋友竟然这样跟她生气还大吵，她觉得很不对劲。然后这个时候她就看到她那个时候在抽屉里面发现的那个底片，然后她也没有觉得为什么，她就是去把它洗了出来。之后她发现那些照片很奇怪，就是有三个有把脸蒙起来的男生，他们在欺负一个长头发的女生，然后这些东西都被照片这样子记录下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把那些照片拿去问她男朋友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你会把这个底片小心翼翼的把它藏起来。可能觉得事情已经瞒不住了，她就跟他说那个女生其实是她的前女友。阿发决定要跟他分手，可是女生很坚持，她就是不要离开他。然后因此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他找了三个朋友，然后一起来欺负这个女生，希望让女生她可以死心，然后离开他。结果没有想到事情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演变到他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局面，然后导致这个女生她觉得她受到了侮辱，所以决定在阿发还有培培他们在高速公路上面出事的地方，然后就选择要去自杀。所以这整件事情全部都串联起来之后，培培他觉得不能接受，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在高速公路上看到那个女生，他们撞到的人，然后甚至在浴室的那个人，其实全部都是他的前女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阿发他从几个月前他就觉得他的肩膀一直都很酸，然后他的体重甚至莫名其妙的增加，也找不到原因，看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前女友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他，他就一直在他的肩膀上。这个算是一个男人哦，真的是不能乱过分乱做事情，过分，对不对？不喜欢人家就不喜欢人家了，不可以做这样的坏事哈。来，请坐。我过了。你最近体重也增加哦。我是胖了4公斤，但是真实的，我有找到肉，我有找到肉，小心肩膀哈。好了，马姐今天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故事？我今天也要分享一个负心汉的故事。哎呀，真的真的，臭男生。那我要讲的是一个15岁的女生。那这个15岁的女生呢，她以前呢，她只是觉得她爸爸也是觉得说她是就是很正常的女生嘛，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话。可是最近这两年，她就开始变得每天都疑神疑鬼，你知道吗？然后就很害怕这样。然后回家，她就一直晚上呢，她都会尽量的去问她爸说：“爸爸，你今天可以在房间陪我吗？我睡着你才可以离开，这样之类的。”就跟她爸讲了，她老觉得晚上有人会进她的房间，或者是白天她也觉得她的房间明明是整齐的，可是晚上回来的时候房间又变得乱七八糟这样。她觉得有人在捣蛋，她爸就说：“啊，你太多想了。”那她就开始变得慢慢很忧郁。那为什么她爸爸会忽略她的感觉呢？因为她的妈妈有忧郁症。她爸当初跟她妈结婚的时候，她妈也是只是一个安静的女生，就觉得这个女生比较内向，因为是相亲结婚的，所以就觉得还好，这女生就乖乖的嘛，文静文静，所以她觉得 OK。后来结婚以后，慢慢发现，哎，这个老婆的情绪真的有一点点低落，就是很容易很负面啦，很容易感觉到很负能量太充分，对，负能量太充分。可是就已经结婚了，而且他们又有了小孩啊，就想说慢慢她会好。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太太的忧郁症是越来越严重，以前大概是一年她去大概自杀一次的频率，现在什么半年三个月，她每天都要在寻死。那这中间呢，她因为每天这个太太都搞得家里像鸡飞狗跳，所以这个女儿现在开始说她很忧郁，她觉得她家里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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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她17岁的时候不得了，她已经开始要寻短见了。母女俩的忧郁症日渐严重，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恐怖的秘密呢？每天这个太太都搞得家里像鸡飞狗跳，所以这个女儿现在开始说她很忧郁，她觉得她家里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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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她17岁的时候不得了，她已经开始要寻短见了。那你想想看，家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太太也是这样，现在女儿才17岁也这样，这个爸爸才开始紧张，你知道吗？开始打听说哪一个公庙好，可以带他们去看。那也看了很多，这个太太呢，这个忧郁症的太太，她也觉得说，哦，好烦的，每天叫我去这里去那，去了半天也都没有解决。好，最后呢，人家就有一天，就朋友就跟她介绍，她也看到节目，然后就人家跟她介绍陈老师。这个先生就载老婆去，可是因为陈老师那边很难停车，他就让太太跟岳母上去了。上去了之后呢，陈老师一看这个，他就写一个单子嘛，问运势，好像问运势还是什么啊？陈老师就看了他，就这样看他，然后就讲说，那你是不是17岁的时候，17岁到21岁的时候，有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这个女生就犹豫了一下，这样她就犹豫了一下。陈老师就说啊，那个妈妈可以麻烦你去外面帮我拿什么东西吗？好，就故意把这个妈妈支开，然后就跟这个女儿说，那个小孩应该有4、5个月了吧。你妈祖娘娘讲，你要把它交出来。如果你不把它交出来，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解决。她就开始大哭，然后她就说她在17岁那一年，她在念大一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是别的国家的侨生来台湾读书的，然后他们俩谈恋爱，每天腻在一起嘛，不小心就怀孕了。这个男朋友呢，一听到她怀孕了，快吓死了。这个男朋友就说：“那怎么办？”她就安慰她说：“哦，没关系，没关系，我赶快想一想什么解决办法。”其实怎么解决办法，这个男的就暗地里准备要逃回他的国家，他就在偷偷的办他的护照，
等到证件办好的前一天，他才跟这个女生说，我明天的飞机要走了，那我没有办法帮你负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就找你妈，请你妈帮你处理这样。这女生当然吓坏了，就很生气，就骂这个男生，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怎么的，两个人就吵起来，吵起来这个男人就打她，这个男的开始打她，打她之后她也会回手，所以他们俩就在扭打，扭打之间这个小孩就流产了，大量大出血，有一个比较大的血块，这个女生竟然会把一个瓶子把它装起来，一个玻璃瓶把它装起来，然后把它密封的非常好，她又一直带在身边，因为他很愧疚，对这个小孩，他的愧疚慢慢除了愧疚又多了悲伤，所以他的忧郁症越来越严重。老师就说，好，你的事情你一定要说出来，好，你要跟你老公讲，跟你妈妈讲，你要把妈祖娘说，你要把这个你装起来这个小孩交出来，不然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他不行不行不行，我绝对不能跟我老公讲，也不能跟我妈讲，我老公一定会很生气，我妈会打死我，绝对不能讲。老师说，如果你不讲，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讲出来，那你明天就不用再来找我了，我没有办法帮你。他就想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他也看到说他的女儿，他去陈老师家的那一天，他的女儿在家里跳楼，然后就赶快赶去医院去看他女儿，看到他女儿他才觉得说他自己已经这么悲惨，老师就跟他讲，你自己这么23年，他17岁发生事情，他现在40几岁了，他这20多年来你都过着这么辛苦的日子，你的女儿现在才17岁，她的人生也变成这样，你难道不会为了你的孩子，你还让这个孩子再这样悲剧下去吗？那老师就跟他讲说，为什么要你交出来？他因为啊，这个你收着的这个小瓶子，它会影响你。所以他女儿为什么每天在家会觉得说有人去洋房里面捣蛋？因为其实这一个小孩子是已经二十多年了，已经算是好像也有一点长大这样子，也会去他的妹妹的房间捣蛋，然后他有的时候会让他妹妹感受到他的存在。可是因为这个小孩他是悲伤的情绪，所以他每天让他身边的人感受到都是悲伤的，对，都是负面的呢，因为他自己觉得愧疚，对这个小孩，再加上这个小孩的悲伤的情绪一直感染他妈妈，所以他就一直很想死掉，这样他就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后来呢，老师就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处理好。他那天晚上终于回家，鼓起了勇气先跟他妈妈讲，跟他妈妈讲这个事，讲完他妈大哭，想说没有想到他女儿这20多年忍受这么大的痛苦。讲完以后，他妈妈在帮他陪他一起去跟他先生讲。啊，跟他先生讲，没想到先生真的很大度量，就原谅他，就是说，啊，这是我认识你之前就发生事情，这也没有办法，那就很能体谅他的感受，就说好，就陪他到陈老师那边，就把那个东西终于拿出来交出来，好，啊，就帮他做了一个法会，然后就让他就跟他讲，让他们跟这个小孩讲，让他要好好的走，大家就是不能再一起纠缠在一起啊。好，这个事情整个做完了以后，大概过了3个月，有一天这个太太的妈妈就自己跑到陈老师那边去，跪在那边就谢谢妈祖娘娘，就说这3个月她的两个她的女儿跟她的孙子就慢慢变得非常非常正常了，而且感情也变好了，她不会像以前这个女儿看到妈妈是会害怕的，会害怕的，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要自己讲出来，不能闷在心里。其实这个太太有一半是因为她心结没有打开。对，郭兴，对不起，有没有因为这个故事而受到教训？请原谅，好不好？就是说，这个男人一定要负责任，男人不负责任不行。但女孩子也是要小心，真的小心，因为这个。怎么讲呢？出的事情总是女孩子比较吃亏，受伤害。对对对，好不好？郭兴，对不起，没有，我就说你是下一棒，乱认错。接下来，郭兴，是兄弟就一起走吧。这是我亲戚的事情，亲戚的故事。哎呦，这很多年了，就是他们有一个小孩，那时候去当兵，那时候是当海军。他们那时候正在出任务，然后呢，就有一个学弟，就是蛮让学长讨厌的。然后他们是怎样？他们就是半夜晚点名把他叫起来，然后就把他绑起来，
丢在那个海上，然后那个绳子连在那个船尾，让那个船哦拖着他这样一直跑。啊，刚好那个学弟呢是跟我那个亲戚家那个小朋友是住同一个寝室，然后那天半夜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学弟就是全身湿哒哒的回来这样，然后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了？是不是被晚点名？”他都不讲话，我说：“你没事吧？”他也不讲话，然后就全身湿哒哒的去睡觉。然后到了白天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哎学弟不见了，然后那时候就听到学长在讲说：“哎，昨天学弟落海了。”他就讲说：“没有啊，我昨天有看到他。”我说：“没有，他落海，可是怎么样都找不到。”后来是怎么发现的？后来是那个任务结束了，然后回到岸上，然后岸上的阿兵哥就看到，哎，那船尾怎么有一个东西？跑去看，对，就是那个学弟。他是怎样？他那个绳子哦是已经断掉，然后就缠在不知道是尾翼还是哪里，就缠在那边，然后跟着船这样一起回来，然后中间不知道是撞到什么东西啊，就他一只手还被吊在那边，可是他下面都不见，只剩上半身，然后内脏在那边飘。然后有一天，那个小朋友他在睡觉。哎，就梦到谁？就是梦到那个学弟，从那个船，那个他的床哦下面这样慢慢的爬出来，然后爬出来之后呢，又爬到床上，然后因为他醒来嘛，就看到哎，对啊，就是他学弟没有错，然后就这样一直爬，顺着他的身上这样一直这样爬过去，然后也都没有讲话，全身湿哒哒这样爬过去，然后就吓醒，怎么一回事？那个礼拜。就是部队有放假，然后他就有回去就是家里面嘛，然后刚好外婆在，然后他心里面就觉得很不安啊，就跟外婆讲说：“哎、欸，我在部队遇到这个事情，然后有一天晚上好像又梦到学弟来找我，那天又是他头七，我不知道他找我干嘛。”然后就这样讲完了嘛，然后那天半夜就听到那个房子外面吵吵闹闹。他出去看怎么了？是他外婆跪在他们的巷口一直哭，然后婆婆又哭得很伤心。他说：“没有，刚有看到就是牛头马面在我前面跟我讲说，我要把你们孙子带走。”他一直哭说：“你不要带走他。”然后那小朋友他也是有点，其实他也是觉得有点奇怪啊。说实话，也跟那個。婆婆讲说：“啊，没事啊，你就好好休息。”然后呢，他们家是做那个鞭炮的。那一阵子呢，因为量很大嘛，所以那个小朋友他也有回去帮忙，去工厂里面帮忙。可是就在出货的前两天，他们工厂电线走火，整个炸掉。里面呢有八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小朋友，可是因为他是爆竹工厂，嗯，所以每个人的状态都不是完整的。他的小孩被炸到天花板上面，然后一样就一只手被吊在那边，然后肠子整个这样垂下来，就跟他当初跟他那个外婆讲的那个他在部队遇到的状况是一样。可是这个事情到现在是无解啊，就是不晓得他们也无冤无仇，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是一样的。所以你今天带来是一个悬案，悬案，这个悬案，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抓交替啊？可是他们又不是，可是又无冤无仇啊，而且他还关心过他，对，只是住同一个寝室。拿起先投票，来，觉得郭兴比较恐怖的，请亮灯，预备，一、二、三。好，我刚刚讲个人，不是讲故事啊。换位置。好了，灵异大问号来了。这礼拜又有两张观众朋友的投稿。第一张
是网友去年十月在桃园山区拍到树干上出现眼睛的照片，在这边。哎呦，有照片。有。它其实，它这个缘由是这样，左边是他们第一天去拍，第一次拍的。那因为那个时候有阳光，然后它的景很大，然后他想说，哎，回去看了照片之后，他想说，哎，奇怪，所以他第二天他又重新回去现场。他再拍就没了，要印证说是不是是树干的某些的凹凸的地方或纹路造成这样，所以我们就把它前后两张拿出来比对。其实我刚问了一下，你所拍到的这个并非是山里面的鬼怪，也不是山上里面修行的什么精灵是什么，是，其实你很荣幸的拍到，因为在山上去巡视的山神哦，对，就是碰巧你拍到他了，所以你不用紧张，也不用说很害怕。对，第二张是网友开车到中横的一个牌坊前面拍照留念，箭头是网友发现疑似头的影像在车子挡风玻璃上，可是制作单位收到照片后又在引擎上面发现一个更清晰的。请问老师，这个车子要去过火吗？有。所以其实有两个，还有，其实你在很晚的时候啊，你在晚上的时候，到公路或山区这些地方，难免都一定会有，但是不要担心说，因为这个其实是阴影出来的结果。它并不是说真的有个灵体坐在你的车厢里面，并不是，所以不需要害怕。但是这张照片的周围，就是靠近这边是的确有的，另外一边，对，但是它不在你的车里，所以你的车不需要过火，不用担心。哦，所以说你拍到另外的地方的是他们原本在一边，也许是路过，对，也许是在地，他并没有坐到你的车子里面说嗨，所以跟他没有什么连结性，对，所以不需要特别去过个火或是怎么样。好，对，接下来欢迎小优，是吓坏孙女的阿公。今天要带来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就是小时候，然后那时候大概是我12岁的时候，就是国小要升国中，然后呢是有一天很突然就是通知说，哦，我阿公过世了这样。然后其实因为我小时候跟阿公的感情非常好，就是他等于是他带我长大。以前的话呢，其实是不会放在殡仪馆，我们就直接一个冰库放在客厅，所以阿公的就是尸体就放在那个冰库里，然后呢我们全家人就是还是会过去看他这样。然后因为那天好像就是应该也是头七，因为其实我没有很记得一些习俗，只知道那时候大人就在地上放了一盘沙子，然后折一些莲花，然后就大人教我怎么折，我就折，一阵风就吹过去，然后莲花啪就整个吹到地上去，我就蹲下去捡，就捡一捡，哎，刚刚那沙子怎么多了一个脚印？然后我想说，哎，因为小时候也不懂，就还问妈妈说，哎妈，你踩到了？然后我妈还说，啊，哦，好，小孩子不要乱讲话，另外我被恭维。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了？然后就后来又再折，我妈就说，啊，你早点去睡啦，这边没有你的事啊，你小孩折那么慢，你去睡啦。然后我就觉得好啦，那我就去楼上睡。然后就回当时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呢是在阿公的房间的隔壁，就以前回台中也都睡那一间，就睡着睡着就发现房间好冷哦，就变得好冷，然后就觉得哎奇怪，棉被都盖两层，怎么还会那么冷？我觉得这还是继续睡，因为太累了，就睡到后来就开始听见那种木质的，像是盖子在打的声音，就是你知道那种木门啊，然后这样啪，这样咔，然后那种嘚咔，就是合上的声音。睡，开始发现，哎，床怎么变得湿湿重重的，就很像睡在水床上面的感觉。然后接着不对了，我就开始睡，有水滴在我的脸上，然后就这样滴，就这样啪啪，有那个一滴一滴的水滴下来，然后从上面这样流下来。我睡的时候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啊，而且旁边也没有人啊，为什么会有水啊，是怎样房间漏水吗？然后我就一张开眼睛，一整个水是整个，我就这样看到水从我旁边这样流下来，然后而且哎，奇怪，因为我家的那个房间是这样子，用一个木一种日式的窗户
隔着我阿公的房间的，所以在那个日式的窗户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头在那边，就是一个倒影，一个头。我就问他，啊，是阿公回来了吗？阿公吗？然后我当时，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那时候胆子真的很大，可是我那时候一点都不觉得可怕，我想说一定是阿公回来了，我就马上开门，然后跑到我阿公房间，就一打开阿公房间，阿公真的回来了吗？小优又会发现什么惊人事实呢？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那时候胆子真的很大，可是我那时候一点都不觉得可怕，我想说一定是阿公回来了，我就马上开门，然后跑到我阿公房间，就一打开阿公房间，没有人，他刚刚那个头嘞，我就开始四就环顾四周，就看到那个木门还是继续卡，因为在我阿公的房间旁边有一个书桌，我阿公平常都在那边就是写一些书法什么的，在那个书桌的下面有一个柜子，然后就是那个柜子一直这样卡关上，连我到了房间还看到那个门卡关上，我这时候就想说就开始觉得有点可怕，因为风没有在吹啊，而且窗户是关起来的，我就靠近那个阿公的书桌，然后蹲下来，然后就觉得怎么办，有点怕，就这时候就打开那个柜子，就看到一个东西，我当场就是哭的，就是放声大哭的那一种，哭哭哭，然后就哭了妈妈妈妈，然后我妈他们就从楼下折电话听到，想说啊楼上是怎样，就赶快跑上来救我，然后看到我就哭倒在地上，然后抱着一个东西，然后我妈就说你怎么了，你在哭什么，你怎么会来阿公房间，不是叫你睡觉吗，我说妈妈阿公回来了，然后我妈妈就说那你抱着什么，我说我在抽屉里面，我在那个柜子里面发现这个，我发现的是一幅我阿公在生前就找人家画好的他的遗照，因为我阿公其实已经知道他要过世了，可是呢因为以前的技术就是还来不及去拍新的照片，所以因为他就躺在病床没有办法再去拍新的照片，他找人帮他画了一幅遗像，然后裱好了框放在那个柜子里，可是因为他太突然过世了，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画了一个遗像，所以那一天我一直相信 是我阿公回来叫我去看那个柜子，然后告诉我说哦，其实阿公在天上就是也会就是保佑着我。讲完是比较温馨啦，是啊，觉得小友讲的比较恐怖的，请亮灯预备，预备预备预备，按。哎呀，因为温馨，不苦。其实我现在讲还会有点难过，因为就觉得啊，对呀。当然，但是他还是回来了，告诉你说，你算是孝顺的孙女。所以他才会跟你讲，对，因为我跟他最亲，还好，因为他那时候是个孩子，所以他对这方面的讯息接收会比较敏感一点，比大人来说，像我之前曾经处理过，就是因为我 A D 我没有要住了，你就跟我到 B 的，就是儿子对儿子住的地方去，这边就是留给那个可能是另外租房，就是没有要住在那里，怎么植碑就植不到，所以后来。那一次我在当场，后来我就是跟一样，跟往生者沟通的时候，那一位老爷爷他在生前他很喜欢读书跟写字，所以他说可以啊，他可以去，但是他想要带走他的一支他生前最常在书写的那一支钢笔，对，其实有时候我可以建议大家说，当你在做这样一个动作，你必须移动某些，比如说牌位，或者是你必须请他，你大概屡次有两次到三次，你持不到碑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问他说，是不是你有要另外眷恋的东西要带着一起到，是不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大部分他们会比较不舍他们生前最喜欢的那个物品。好的。哎呀，哎呀，你真的有病。
已经落败了，都还坐这里。好了，回来了，这个温馨牌嘛。请坐，请坐。一秒前不要玩水。大家知道，马姐应该也很清楚，就是鹫鹫静静，大概在几十年前，它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片的农田。嗯，然后那既然有农田的话，就会有那个所谓的灌溉的沟渠。嗯，那就在现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庙，可能要老一辈人才知道，它叫做大同宫庙。啊，它是一个阴庙，就是它是拜这个好兄弟的庙。那刚好到了这个庙前面有一块地方呢，特别的宽以及特别的长，那也有点类似当做这个蓄水池的作用，因为它比较深，所以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在那边就是跳水，然后在那边游泳。那一直以来也都没有什么事情，一直到了某一年哦，也是一样，到夏天的时候，有一群小朋友去玩，突然有一家的父母亲发现他们的小朋友没有回去了，然后于是乎就开始去找。可是就说也奇怪，怎么找就是找不到，也没有任何这个小朋友遗留下来的这个踪迹。后来这件事情就把它归类成失踪人口，不了了之了。可是很奇怪哦，从那一晚开始哦，在晚上的有些时候，尤其到了夏夜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小朋友哭，然后就是在那宫庙附近那块农地。然后更离谱的事情是啊，从那一天开始哦，那个家长的妈妈到晚上就会莫名其妙肚子就会开始痛，然后会感觉上是有东西插到他的肚子，然后去询问，去看过各种医生都找不到原因哦。从那时候有发生过事情之后，那块区域啊，只要有小朋友去玩呢，就很容易发生一些事情，比如说像是溺水或是什么，可是都还好，马上都有人发现，就有人把他救起来，都没有事情。可是说没有事情也很奇怪，这些有发生过小溺水事件的小朋友啊，这个脚的部分啊，只要一被救起来之后啊，就会发现他脚这个脚踝的地方好像被有人抓过，而且回去之后晚上肚子都会痛。对，一直又这样过了几年，就突然有一年的夏天，然后那一年刚好也是鬼门开的时候，然后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呢，那不是小朋友，当地的小朋友去玩，是有一个外地的大人带着他的小朋友去这个地方玩，他就跟他的小朋友说，我们来玩唱追鼻，就一下去之后，然后他爸爸一起来，小孩就不见了，就小孩就不见了，然后大家就开始找了，结果呢，在这个区域，甚至在旁边这个沟渠的地方哦，下去找，到处都是找不到，然后因为那沟渠比较深嘛。然后甚至有比较暗水性的人潜到比较下面的地方，发现水深比较深的地方有一些芦苇跟水草，嗯，那可能这个能见度比较不好，然后于是乎大家也都没有办法说真的很仔细的找到这个区域。那就有人开始讲说，早期有一个习俗就是用西瓜问世，嗯，讲无安尼啦，你摕一只西瓜吼，啊对这西瓜叫恁好生命。啊，甲问公公吼，你起码到底伫倒？啊，若是伫什么所在时阵吼，你又甲你讲，这个西瓜呢就会浮起来，对，就会沉下去，不对，沉下去。一般来说，西瓜它其实是会浮在水面上的，对。那它如果会这样子突然沉下去，表示说可能有特别的原因。嗯。那于是乎，他就照着这个老者的方式做，他就真的，然后就对着这个西瓜叫他的小孩子的名称，然后跟他说你到底在哪里，然后告诉爸爸。爸爸很着急，然后爸爸希望能够赶快找到你。然后讲完之后呢，他就从这沟渠的上游把这颗西瓜放下去。那原本这颗西瓜呢，顺着这水流，你会看到它是照着水流的那个流水的速度，顺着很这样下，这缓缓的下来。可是很奇怪的哦，一到了这个前面，就是宫庙前面的这一块比较深的这个区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颗西瓜开始速度变慢了。然后变慢之后，然后突然到了某一块区域的时候，它开始不动了，然后不动，又过了一会之后，你发现它开始在那个地方打转，就是在那一块圆块的地方打转，突然之间都扑通，就掉下去了，就在某一块那个大家平常就是说不要去玩的那块水域的地方的那个位置，西瓜就这样掉下去了。
爸爸二话不说就跳下去，然后其他稍微暗水性的这些朋友也都通跳下去，开始到那个西瓜沉下去的地方去找寻到底是不是有这个他小朋友踪迹。就这么找了好几个小时，说也奇怪，还是找不到人。然后呢，刚刚说话的那个老人家讲说：“无好啦，归去安尼啦，就把那水抽抽掉啦。”嗯，安尼就知影讲吼，到底迄个所在是不是吼，真正迄个囡仔在遐。那这时候大家当然二话不说，当没有人反对了，开始呢，大家去找那个抽水机的，去找抽水机了。然后有些人呢，就赶快去上游把那个进水的那个闸门呢，就把它关起来，开始慢慢的抽水。然后因为水量其实蛮大的嘛，然后所以大概也抽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当水位慢慢下降的时候，突然之间那个爸爸就开始痛哭了，原因是因为他已经看到一个在那个位置的地方呢，除了那个西瓜之外呢，然后他看到了他的小朋友的那个头已经慢慢的冒出来了。当时这个小朋友的姿势哦很特别哦，小朋友的两只手呢是往前抓着，哦，然后两只手是张开的，然后呢整个人是面朝着地下，然后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水面下，也就是在那个水池塘的下面呢，有很多的水草跟芦苇。然后你有发现到那个芦苇跟水草呢，其实是刚好缠住他的脚的，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没有办法上到上面去。对，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就大家一起，就大家分工合作，有东西的就开始用东西挖，那没有东西的就开始用徒手挖，然后就希望把那个旁边的淤泥可以把它挖掉。可是挖到突然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就说：“哎呦！”到底村民在池底看见了什么惊人画面呢？可是挖到突然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就说：“哎呦，那也安内啦！”就突然，旁边有一个人挖的人呢，发现说，刚把这个脚挖开的时候，就看到这小朋友的这个脚的脚踝的地方呢，被一个那个白色的手骨啊，抓在他的那个脚踝的地方。然后结果大家所有人看到这个地方，吓死了，就想说怎么会发生这个情形？可是呢，马上就有人想到说，多年之前其实有一个小朋友曾经不见了，那他们想说会不会就是这个小朋友？后来把那个所有的泥土都拨开之后，也发现他全身也是被那个水草跟芦苇缠住了。而最特别的是呢，你看到他的肚子的这个部位的位置呢，发现他有两根竹子插出来。然后事后他们才想说，为什么那个肚子痛？为什么他家人每次晚上都会觉得肚子痛，有东西插到？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只要有发生过那个溺水事件的小朋友，脚上都有脚被抓过的痕迹，然后肚子也都会莫名其妙的痛，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也就可以证明，然后以前人家常常就讲说，在阴庙前面啊，就不要。就是不要去玩水，因为比较容易发生一些事情。对，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这个。投票。来，觉得江先生讲的比较恐怖的，请亮灯，一二三。果然。哦。谢谢。来颁奖。噔。谢谢。好哟，今天这奖厉害。哦。好看吗？啊！这个是辟邪，好不好？鬼吹灯啊！太小了吧！有没有更厉害什么？你知道吗？它是可以拿下来的。真太厉害！还以为有什么特别，好不好？谢谢，谢谢，观众朋友们，注意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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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砰！好了，我们今天要送这个电影票啦，这个叫送出布里斯威利演的最新的电影，叫做《启动机械马》，一共有十组，这样就是一组，两张，是的，十张哦。好的，
上我们来自新竹市 FB 的粉丝团作答，题目是：请问小优的故事之中，爷爷回来提醒小优找他的什么东西出来？答对了就有机会得到我们的嘉奖电影票。各位多做善事，今天谢谢大家。